没有，因为我们那时候买的时候就是刚好是结婚前，然后结婚前就有先去看，有先看，因为我爸妈就是还是会觉得说，因为我其实是从小就北漂嘛，所以我一直都是租房子，然后我爸妈就会觉得你都已经要结婚，应该有个房子会比较有家的感觉，所以他那时候就问我跟我先生，就是应该要去买一间房子。那我跟我先生就是那时候就有大概看了一下，那我爸那时候就只有讲一句话，就还让我蛮感动，他就说其实你都已经就是读书读这么高啦，然后跟你先生两个人书都读得比我们多，所以我相信你们的决定，你们看好房子之后不用跟我讲，我也不需要特别北上去看，你只要跟我说你什么时候要买，然后需要多少钱，我就把房子的头期款汇给你这样子。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就看了一个多月，就好不容易找到我们比较负担得起，因为我们还要算一下就是之后的房贷。对，然后就算了一下之后就觉得那个房子可以买，然后就跟我爸爸说，然后我爸就立刻隔天之后就去把头期款汇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去订。那在买的时候我们也没想太多，因为我先的收入，因为我那时候还在就是会馆上班，所以我现在是工程师嘛，所以相对来说他的收入是我的两三倍，我也没想太多，就觉得其实登记在我名下的话我的那个贷款应该我会缴不起，所以就很顺势的就登记在他的名下，然后就买，然后每个月的贷款也都是他在缴，他在处理这样子。绝对被骂的啊，你说我讲出来绝对被骂了吗？为什么会这样被骂？要先问头期款。你刚刚不是讲说头期款是他付的？对，我付金没有完全啊，就是有负担一部分，贷款是老公付的。对，可是刚刚我仔细听的话，看他买多少钱的房子跟头期款是多少钱，因为他有个关键点是婚后的贷款都是你先生在付的，对，是不一样的。对，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刚刚是说，婚前是男方出啊，婚后也是男方出，那这样就不太一样，有点不一样。所以那头款是多少？我们那时候头期款，你怎么把假主持人的叫声就不要讲掉了？我会说一些他不解释问题。头款多少啊？以你的外表，很可能抢了我的位置。不敢。没有，我们那时候头期款，原则上，因为那我们很幸运，那一年买的时候刚好是遇到那个金融风暴。所以其实那个卖房子业务以为我们要贷90%，但我跟我先生第一次买房子，我们不懂，其实很像很多人买房子都觉得说你贷到最高的成数是最好的，但我们俩不懂，我们就把所有的现金啊跟我爸给我们的全部都给他，所以我们那时候头期款大概缴了200万，对，那我们那一间房子其实没有买很贵，大概买差不多600-700万而已，对，所以其实一个月的贷款大概快30,000左右，连本带利就对了，连本带利。对，连本带利，那时候也不懂，就是只是想说不要欠银行钱。那你会觉得房子在先生的名下，自己没有保障吗？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耶。然后我上一次就是因为我经过一些长辈的提点，然后就回去就问一下，就是我爸妈为什么当初给我钱的时候，从来没有问过我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因为我爸妈真的没有问过我这件事情。然后我就回去问我妈说，妈，想问一下家里面的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然后我妈就理所当然说，当然就是在爸爸名下啊。我说哦，真的？那你们都不会觉得我们家房子是登记在就是我老公名下很奇怪吗？然后我妈就觉得我很奇怪，她说怎么会？她说其实她觉得登记在男生名下是比较正常，就对他们来说是蛮正常的事情。她从来没有想过说房子应该在我的名下我才会有保障，就从来没有想过。你们家真的很优良的教育，对，真的吗？因为大部分的那个爸妈都会觉得要登记在名下，对，真的，对，真的，而且。其实真的，你这样的话，等要给你一个劝告，就是说，又劝告是不是？赶快写下来。不是，你要尽量花你的钱。我要尽量花我的钱。对，因为其实财产的分配是这样，因为听你那样的，你是买在低点，现在房价早就超过，是应该超过一倍以上，涨了啦，因为金融风暴买的嘛。对，所以因为在财产分配的时候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房子算是先生的，那先生如果现在是2000万，扣掉200万是1800，1800是等于是婚后他增加的，对，等于是婚后增加的财产。那婚后增加的财产的部分，1800，如果你都花到你的财产是零的话，是，他要分你900。所以如果今天你爸爸的确做第一步，对，在法律上不是这么好，就是你把因为头款应该是给你，不应该是给，不是给你老公，不是给你老公，你给你老公这样给，算又是赠与了，就是赠与嘛，所以已经赠与就没办法，就他的，就等于送他200万。那接下来你如何确保你权利，就是你的财产要尽量花，现在我才要尽量花。可是他婚前买呢，这没差吗？婚前买跟婚后，没有，我们是婚前去看，但是结婚之后才才买的，对，才正式的买，对，那就比较没问题，没问题，对，才正式的买。那会想要买第二间吗？
嗯，会啊，会啊。嗯，对。那第二间会想登记在谁名字吗？其实我跟我先生很实际，我们都是以投资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就是谁的经济条件有办法贷到比较高的成数，谈到比较好的利息，就登记在谁的名下。那因为我自己个人，他的收入比较高，对，就是一直没有办法赚的比他还多，所以我就一直没有办法跟他讲说应该要在我的名下，或者我的名字，我们没有办法拿出身份证印章。对，就是因为我们，因为我先就是以投资为投资最大利益为主，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其实我们。他常常都会跟我说，我们之间何必分彼此，反正我有多少钱你不都知道，对啊，那你是你的，对，他就是会这种觉得，他觉得说我，而且我的什么存款什么印章在哪你都知道，你需要钱你随时去领，我都不会拦你，那他觉得你有什么好不安心，那我想想我也觉得很像，我这样跟我太太讲，我太太都说不行，真的吗？对啊，因为你的存款在哪里，那是要你本人去领了，又不是我可以代表你去领。可以啊，有提款卡，网络转账就可以啦。提款卡能领多少？就每天偷领一点。我跟你老公讲的话一模一样，我的就是你的啊，我的账款存折在哪里，什么你都知道啊。但太太就是说你应该有一些什么表现不太好。没有，我们是很乖的。你知道婚姻里面最糟的破坏力就是疙瘩。就看到好觉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但是疙瘩就会一粒一粒的。比如说突然有一天我说，啊被大家讲成这样，我就突然想说好。既然钱我什么时候领都可以，我就把大笔的钱全部领走，看他反应是怎么样。就是这个动作，即使是考验哦，即使也是一个作假哦，只是一个样子哦，我相信都会出大问题。我觉得说，真的，与其去想这些东西哦，就是一定要告诉自己，就是说，比如说我现在我女儿要结婚了，我一定告诉她一件事，说你的经济一定要独立，对，你都要想想说，随时。另外老公不是没有钱可能要破产负债都可能你要先都这样保护好因为你们在一起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才会真正有保障嘛对对不对你才可以一起就是接手养你的小孩嘛然后他也不会那么吃力吧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个这样的观念对阿德你讲这个很好哈我觉得如果婚姻有疙瘩就不好可是如果全部都登记在某一个名下不是讲太太或先生比方说你是登记在先生名下那如果你心中有一点疙瘩那就会影响婚姻对如果像你都登记在太太名下那你可能心中也有一点疙瘩那就对婚姻也不好所以我觉得夫妻应该都讲出来说如果角色互换你可能也会有疙瘩可是我也有疙瘩那我们这个疙瘩如何共同解决没错我觉得这是最健康的夫妻关系就是要重视这个疙瘩的存在为什么因为这个疙瘩不是说我觉得我尽责任就没有疙瘩了你任何尽责任比如说让你登记在你太太名下其实你都有这方面的一个期待好不好不会都是无条件的真的就我再举例我假定了我知道你们夫妻感情很好假定了有一天有对因为在老公名下嘛是假定老公感情变了那他可能因为在他名下嘛所以你会被赶扫地出门夫妻财产共有不是婚后就可以他会计算他并他也可以拖长贷都是他缴就是他计算他是要计算的并不是说今天两个房子你就分一定要分我一栋不是要算他这个房子的价值跟你的价值因为你说夫妻财产共有并不是你们要把你扫地出门那一天他才说房子我们要来处理不是啊他可以拿去全部贷满啊真的他把钱都贷出来把钱都贷走了以后那个房子就等于是空的呢你就没有了他就脱产了那我不是要挑拨我的意思是说最好的方式就不要有疙瘩，就是共有嘛。共有不就解决所有问题了吗？共有他不能随便卖，他要你同意。对对，这样他更不敢有外遇啊。那共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他如果因为房子自用住宅，如果你要有些税负的优惠，你要卖下投资的话，那一人一次的自用住宅那种就没对，那就没有了。所以说，你如果共有的时候，可能你要卖那房子的时候，就会没办法。而且共有还有一个缺点是说，当你感情破裂的时候，共有就像是感情破裂再多一个稻草，为什么？不好处理，因为不好处理，就很难恨决裂更深。到底谁要出门嘛？我说我有一半，你有一半，那你要出门，这个就谁要出去？这样，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说，你一定要独立，对，不要依赖任何东西，就是不要依赖我们共有，甚至不要依赖说你给我什么，是
我有什么，我怕你没有给我什么，这是最基本的。啊，其他才是真的我们的福分，就是我们可以因为共有得到幸福。